这好看了吗？你们把他坐吧啊！哎，快给你爸打个电话吧。哦，好。他还会来。哎，你好，老冯24小时专线为您服务。喂，爸，你忙完了没？我们都在燕谷这儿呢啊。哎，天来，这大过年的，你不在家好好陪你姥爷，你跑你燕谷那蹭饭，你不像话啊！ 我老爷也在这儿呢，他让你赶紧过来。叔叔，你快来吧，我们都在燕谷这呢。景年今天可是第一次做苹果宴，这个做的这可是明年3月份要去省城参加比赛的菜谱哦。你快来吧。苹果菜，是那燕谷让景年儿敬城跟师傅学的那个苹果菜吗？对啊，就是那个，你赶紧来吧啊！你要不来的话可赶不上了。 快来啊！我们可不等你啊！吃完苹果菜还要各自回家过年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但是我现在还在值班，等我下了班我就过去。拜拜啊，爸。这个你吃。嗯。景年儿，再拿2箱苹果吧。拜拜。好。行。嗯，我的心。下来点，这儿行吗？再下来点，这儿，这个哥，OK， 稍等啊。哎，你帮我看看这个。稍等啊，往右边一点，往下一点，往下，往下，往下。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。晚上好了。好。苏景年。 你不是做苹果宴的吗？怎么又跑这儿挂灯笼来了啊？你苛刻做的咋样了？我这苹果菜2个月能白学了吗？这做苹果菜得有气势，我得拿出气势来。你还气势？我看你谱摆的倒挺大。你别嘲笑他了，景年肯定是紧张，你让他好好放松放松。叶子啊，还是你最了解我。你说这满院子人，怎么就你一个人了解我呢？我们都了解你，你呀就是苹果宴做不出来，这是我们行。 哎，要是小静在就好了。小静啊，肯定比你们都强。小静是谁啊？不是，小静啥情况？哎，我怎么听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啊？小静是我的网友啊，虽然我没有见过她本人，但是啊，她肯定长得比天仙还要好看。哎呦，还天仙！哎呦，大熊。嗯， 玛丽娜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就是小静？苏景年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小静来了。 静香长得不是你这样啊！哎，他应该长什么样啊？老天呐！哎，苏景年，跑什么呀？别跑！哇，太好了！菜齐了，可以开始吃了。呵，做的真好，看上去不错啊。 这菜也上齐了，人也到齐了。二爸，说两句吧。哎呀，这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头一回看见这苹果还能做出这么多菜。这是上次啊，我在城里去看老栓叔，结果路过一个饭店，他们的主打菜就是苹果宴，我就想啊，一定要给他偷回来。燕谷真是我们村最精的人。嗯，我觉得也是。 你就是我们村最末的人。好了，今天啊是大年三十，今天呢我们借小燕这个苹果宴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在这儿过个年。过年呢当然要先敬老人了，我们敬老爷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大家呢
过年好，谢谢老爷。来，老爷，尝尝，来，过来，来个这个，老头儿，赵老师，行吧，今年不错啊。这第二杯酒啊，我来提一下啊。 今天呢是锦年第一次做苹果宴，不管是好吃呢还是不好吃，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提出中肯的意见，便于我们改正。我敬大家一杯，来，谢谢大家，老爷来，谢谢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好，苏锦年，干了啊！干了。啊，好。 我再给你加点啊，行。马叔，哎，这第三杯酒，我提一下。那好啊，好，过年了，祝马叔在新的一年里身康体健，顺心顺意。哎呦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酒忘小样，也希望咱们在新的一年里啊，工作能开展的顺顺利利啊。帅哥美女啊，也祝福你们。 爱情甜甜蜜蜜啊，修成正果。也祝福小屯儿在新的一年里啊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健康快乐的长大啊。好吧，说得好，来，新年快乐，好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干杯，干杯。嗯，哎。 多吃点儿。小燕啊，不跟叔叔喝一杯啊？他不太会喝酒。不，这酒啊，我得喝。这还没怎么着呢，就偏摊上了。那你就能喝多少算多少，好吧？好，叔叔，过年了，我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这酒。 我敬你，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老爷，啊，能喝多少算多少啊！来，我听说要升职了，叔叔，我啊，今年在我们银行的考核当中考了第一名，等过了年啊，我就去那个东山农合当副行长了。嗯，不错。 我觉得这个多亏了您给我的压力，有了压力才有动力啊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啊，就不想考什么试，当什么行长。但是，我不是认识了小南了吗？我就想更加努力的去工作，这样我就能给他一个安稳的生活。 大家都给你鼓掌了，不错，小样的，啊，你有这个态度啊，也有这个上进心，非常好。那我就得说说你了，小南。嗯，咱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啊，不能再那么任性了，要学会相互包容、相互帮助、相互学习，才能共同进步。嗯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听见了吗？你也不能任性啊。 你说小样，叔叔您放心，以后呀，我都听小南的。<笑>不过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的照顾她。我想让她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<笑>我会给她一个最幸福的家。哟，还行。想要安定的家吗？我自己挺好的。 哎，我可给你们俩提个醒啊！你们背着爷爷奶奶谈恋爱，他们可生气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早想好了，吃完苹果宴，我就带着蒋岩回去陪爷爷奶奶吃年夜饭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刘丽啊，这女婿拷问完了，咱哥俩是不是得喝一杯了？哎，咱俩这酒啊，先不急着喝。我是拷问完了，你呢？可你这儿两个孩子也都这么长时间了。
你是怎么打算的呀？是不是也该给人操办了？哎，这永利说的对啊。九啊，你看这叶子在咱们家过了两个年头了，总得给姑娘一个说法啊，让他们俩呀赶紧把结婚证给领了，该办酒席办酒席呀。我这儿没有问题呀，爸，叶子，叔叔问你一下啊，就是刚才天兰他老爷说的这个事儿。 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明白了。你瞧瞧，你都问了些什么问题啊？叶子都在我们这儿过了两个春节了，你说他能怎么想啊？赶紧抓紧时间领证，现在政策好，生个一胎二胎的抓紧时间啊！先把结婚证赶快领了吧。嗯，对呀，该领证的都赶紧领证啊！来，我再提一杯酒啊。 新年是新的开始，祝大家新年新气象。好，好，好，哎呀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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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新年快乐！那你想上几个呀？<咳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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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过年了，讲两句吧。好，讲两句。哎呀，真快呀，又是一年啊。祝你们两口子工作顺利，祝孩子们健康成长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干杯！新年快乐！ 子，你想娶我们小南吧？一口把这酒干了，我就让她嫁给你。爸，爷爷，他不太会喝酒，我替他喝一半。不用。爷爷，我确实不怎么会喝酒，但是这酒是您给的，您又是长辈，我必须得喝。我是。 真的，一心一意的喜欢小南。你也放心，我会照顾他一辈子。所以，这酒我干了。哎，这是个实在的孩子。 我逗他呢。爷爷，牛啊！我给你点赞，我们全家都给你点赞。都给你点赞，爷爷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敬爷爷一杯吧！啊，敬爷爷一杯！来来来，年快乐！谢谢啊，嗯。哎呦，谢谢，来了来了啊！来，快，小的来了来了。 敬一杯，这个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啊！好，快乐快乐啊！身体健康。好，嗯，快啊！这酒真香啊！哎，二爸，好好，快快快啊！小豆来，来，好。嗯，这饺子真不错。行，哎呀，这你包的真好，哈哈，像不像？嗯，再给老爷敬杯酒。来来来，老爷一杯，先老爷一杯。我呢？ 祝你呢，身体健康啊！这个事业呢，一年比一年顺利。好，你呢？好好学习啊！多亲嘴一下。哎呀，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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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。爸妈，新年快乐，健康长寿。快乐老爷拜年，来，一二三，过年好！好好好好好好。
哎呀，这是老爷给你的压岁钱啊！谢谢老爷。这是你的。哇，嗯啊！给爷爷奶奶拜年了。好好好好好呀！祝爸妈、叔叔阿姨新年快乐，诸事顺利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拜拜！好，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好，来，谢谢妈妈，谢谢爸爸，祝我妈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青春永驻，给你个大红包，耶！谢谢老妈。新年快乐！耶！好啊！九啊，九啊，我们一家给你拜年了，问候咱东山的乡亲们。我们很好很好，希望咱东山一切都好。五年的时间，我见证了东山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未来的一年，东山又能给我什么样的惊喜？我对这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充满了期待。东山，未来的一年，我们继续同行。这么早，你怎么没多睡会儿啊？过来陪你，今年的第一天五公里跑，您的老规矩了。知道我为啥要立这个规矩吗？锻炼坚强的意志。新的一年要有一个健康的开始，勤奋的开始。我是当兵出身，要有一个意志坚定的传统。就由我们村委会的四个新委员正式的在这儿给大家拜个年，来，祝大家三阳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谷丰登，六六大顺，诸事如意，过年好。在这么欢乐祥和的气氛下呀，我还是要说三点。别吵了。这第一点呢，就是首先我要转达四叔对我们所有人的问候。四叔一家人现在过得非常好，非常的幸福。他非常的想念我们全村人，也对我们村委会的工作呀非常的关心。说到这儿啊，我就要说说春生了。春生自从接替了四叔的工作以后呢，那是身兼数职啊。但是你毕竟还不是我们村委会的正式委员，所以你要认真的工作，顺利的通过明年的换届选举。这第二点呢，就是咱们村啊完成了去年的预定目标，成立了合作社，也入选了省级田园综合示范村。这第三点呢，就是咱们村的这个四多评选活动啊，受到了全镇的推广和学习，具体的情况由咱们的倪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。好，
大家说一说啊。首先呢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咱们去年的副业蛋禽生意取得了很好的收益，今年我们要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。好，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思路都来找我啊，我好好的给大家分析一下。第二呢，这个五星四德榜的评选呢，咱们村一共212户，一共有5户家庭成为了五星四德榜家庭。哪五户啊？哪五户啊，小燕姐？一会儿会在公布栏里公布，大家去看一下啊。去年承诺的奖金就要兑现了，有请冯书记来公布一下我们获得的奖金。好，凡是获得五星的家庭啊，经过村委会的研究决定，每户发放奖金10000元。1万？这么多？这样得感谢村委会，让咱们的日子啊越过越好了。妇女主任小燕同志啊，奖金现在是水涨船高，手稍微紧着点吧。你不想看着我们东山村的村民安居乐业、和睦有爱吗？那可是我最想看到的光景。东西收拾差不多了。嗯。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我呀，各工人联系的怎么样了？一直在联系。这机器设备要是再不进来，厂子就这么放着，要不了多久就给放荒废了。是啊，我也特别着急。我差不多用电话把施耐德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问候遍了，目前只知道他2月中旬来中国，去哪个城市都不清楚。不请我上你办公室看看啊？走吧，走。哎，永烈，风格变了啊，布置的不错呀。现代简约风格。哎，啊，我说你别光催着我跟德国人联系啊。这设备的资金落实的怎么样了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你呀就负责把这德国人给我联系上就行了。呵，这心里边够有底的啊。行，下一步咱们该注册公司了，回头你把材料准备一下，我去镇上跑一跑注册公司的事儿。老李，嗯，这苹果加工厂的法人呢，我就不当了，你来。我让你回来，不是让你来给我当助手的，更不是让你来给我打工的。咱俩从小一块长大，你的能力我最清楚。现在的你，考虑的是更多人的利益，而不是你自己的利益了。永烈，你已经真正意义的在为东山着想了。哥们儿，你要是这么说，我愿意。不管你给我多重的担，我都敢担。真的，东山是我家，都想为家好。我愿意为东山的发展付出一切。咱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
幸福你的幸福，向往你的向往。妇女主任小燕同志啊，不是我批评你啊，大过节的头一天上班你就吃这个剩菜剩饭，你们家年年也太有余了吧。哎呀，这不是忙吗，随便对付一口得了。行行行，忙啊。你也忙，冯书记呢也忙，还有这个春生啊更是忙，整个村委会啊就我最闲了。哎，你可不能闲着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嗯，赶紧帮我看一下预算。嗯，看看。又什么呀？又怎么了？你这个计划想法非常的宏大，前途非常的光明，可是吧得花非常多的钱。实话告诉你，咱们村里的账上面羞涩得很呢。我又没说让村里花钱，村里也花不起这个钱啊。你就帮我算算需要花多少钱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但是这事儿得保密，谁也不能说。好好好，悄悄的，我把这个计划带回家去做，好不好？带回家也不能让小红知道。为什么呀？小红知道了，全村不就都知道了吗？对对对，小红的嘴啊，比村委会的喇叭还厉害啊。你对你老婆还是很了解的。哎，那是。来，快，我发到你邮箱里，让让让。马金明，艾特。别艾特了，我知道你邮箱是多少，赶紧去收。发完了啊。哎，好。收到了吗？嗯，有了。永林，注册公司这个事儿，你应该是熟门熟路呀，应该去工商局找我干什么？这不是求你帮个忙，让他们给加个急吗？德国人马上就要来了，公司的事儿现在八字没一撇呢。那行，那我就给李局长打个电话。不过人家工商局啊，有自己的工作程序，能不能成，我就先打电话啊。行，你只要开这口。哎，下次别理啊。这镇上有二十几个村子，这都向你们东山来找我，你说我这工作还怎么干？洪涛，你这可不是为了我，这是为了咱们镇上唯一的田园综合体试点村。快打吧。哎，清明，来，手机。我怎么一下成了盲人了？什么指示？你先看看这个。哎，哦，书记，这个我知道了。群里边很多的老人都已经在转发了。刚才啊，镇领导来电话批评我了。其实啊，老年安置问题最早还是我们东山提出来的。是啊，但是现在别的村子已经把幸福院啊、老年公寓啊都给建好了，咱们反而落后了。那书记，您的意思是，咱们账上的钱？有。书记啊，您的这个项目呢，设想非常的庞大，前途非常的光明，但是啊，咱们村里的账上实在是羞涩得很呐。实话跟您说，现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可丁可卯的都安排好了，这个项目实在是挤不出一分钱来。还有，咱们东山这两年发展的太快了，有资金缺口的项目可不止这一个呀。那还有什么缺口啊？书记，刚才啊，倪小燕找了我，给我说了一个同样庞大的计划，但是她三番五次告诉我这是个小秘密，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跟您汇报一下。你这个天大的秘密是不是这个？对对对，哎，就是这个，您怎么有啊？
还是打印版的。哎，我问你，他这个宏伟的计划预算是多少？这个他刚刚跟我说还没开始预算呢，你回去算一下，回头啊咱一起想办法。好。李局长呀，听完你们这个情况之后呀，说特事特办，批了，赶紧去吧。哎，等，问你个事儿，你们这个注册公司的资金到不到位？应该没问题吧？哎，这镇上所有的村子都响应党的号召，都要建老人幸福院，人家十几个村子都已经弄好了，就你们东山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九旺好像一直在筹备这个事儿。是不是事儿太多忙不过来呀？你这样回去跟九王说，有什么困难啊可以来找我们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项目再多，老人院这个事儿啊不能耽搁。放心吧，我回去就告诉他。走了啊。哎，九王。哎，兄弟，来，快坐，你来的正好。哎，这是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你的钱啊。什么钱啊？阿先生的货款，咱亲哥两名算账，扣除你借我的钱，这是你的30万分红。你说完了，我说。你说，九万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是不是咱们村资金出问题了？是，咱们村的资金是有缺口，但是问题不大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都安排好了。都安排好了，包括幸福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镇里边好几个村都已经建好了幸福院，其他村也都在建，就咱们村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作为标杆村，你不急，可有人比你还急呢。我知道。康镇长急了，我这不正想办法呢。想什么办法？又打算自掏腰包啊？掏干了呢？这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？你放心吧啊。正好，这笔钱来的正好。你建幸福院资金有缺口，这钱呢，我捐了，算我赞助。你瞧瞧，你瞧瞧。刚才你还说我呢，自己掏腰包，你这不也来上了吗？九王，比起你为村里边为大伙做的，你说这点钱算什么呀？以前呢，哥们好面子，凡事呢总是明里暗里的跟你较个劲，比个高低。通过这段时间这一系列的事儿，尤其是阿先生这件事的处理，你真让哥们刮目相看。你的正直、大度、胸怀、远见，都让哥们儿由衷的佩服。你这一夸我，整得我还挺不适应。别闹，真心话。你知道康镇长提起来幸福院这事儿，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我就在想啊，绝不能让别人看我哥们儿的笑话。真的，你说你带着大伙儿把咱们村建的，一直都是咱们镇里市里边的标杆村。绝不能因为这一个幸福院的事儿，让咱这标杆倒了。所以啊，于公于私，这个钱我都该掏。更何况我也是东山人呐，我也应该为东山做贡献呢。兄弟，你说的这些话呀，真的让我很欣慰。你呀，就把咱们村的厂子搞好就行了，那就是你对东山最大的贡献。幸福院的事儿我能解决，你就放心吧。拿着，你听我说，哥们儿，相信我，这些事都难不倒我。早点回去联系德国人，早点给我一个好消息。509,399元，这还有零有整的呢，500多万呢。嗯。小燕，这个预算。是干干的，一点水分都没有。我是按照自家的预算来做的。前期呢得要500万左右，后续的资金，后续的资金你就不用管了。有了前面的投资，后面
你还怕没人跟着投吗？好，好，好，现在还差多少呀？还差点吧。差点是多少？差个300-400万吧。啊！笑什么呀？小燕，你在跟我说惊悚故事呢？差的也太多了，哪是一点儿啊？不多。你都不知道情况，翠翠跟我说她想入股，而且她私下还做了一下调查，咱们村里面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掌握在女人的手里，她们都有意向入股，我想把她们组织组织，凑个200万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好，我很看好你。哎呀，还剩300多万怎么办呢？公司都没了，还摆弄这些干啥？啊，这里边啊有以前的通讯录，说不定哪天卖苹果还用得上呢。我整理整理。哎，我听着马志国说呀，别的村的幸福院都动起来了，咱们幸福院怎么没动静啊？咱们村啊，九旺也一直张罗着呢，这就是资金上有点缺口。啊，这不。这里边有30万，是我分红的钱。昨天我一听九旺说建幸福院资金有缺口，我就想把这个捐出来，结果九旺死活不肯。哎呀，昨天啊，老四从西安来电话，说想带媳妇儿回来。人老了呀，都是叶落归根的，老栓也要回来了。我想，我们这些老人要在一块儿，互相有个照应，也不给孩子们添麻烦。哎，要不你跟九旺说一声，假如钱不够的话，我起个头，在咱们村里集资把这幸福院建起来。哎，爸，你这个想法可行。那我这30万，我还把它捐出来。要不，那你把这卡先给我。干什么呀？你先给我。我去找志国碰个头，然后我们啊去找九旺，我们商量一下，有你这30万垫底，有多少老人还需要出多少钱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几个老头啊碰了个头，开了个会，咱们建这个幸福院不是缺钱吗？来，我们出了。常天说。这钱怎么能让你出呢？哎，九旺，你六叔啊说的没错，咱们村啊有了困难，就得靠我们这些老人带个头。庆爷呢，让我和老六做个代表，我呢是个老党员了，不能够一点贡献都不做，只安享国家的福利呀。今后幸福院的修缮，这钱啊我们自己出了。爸，六叔，这幸福院是咱村给咱村老人的福利。这钱不用你们出，甭说这些没用的，这钱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。拿着，来。走吧，啊，我走了。呦！呦呦呦，小燕啊，你是不是该找个对象了？有着落了。田野吹过多情的风，依恋那满山醉人的红，想透了心，甜甜的梦，幸福的故事说给天下听。
向往。